金三角，一个既神秘又公开的地方。这个位于泰缅辽三国的边境，一向被视为毒品的发源地。究竟这个三不管地带蕴藏着什么鲜为人知的秘密，而金三角的兵力何来，其中又有什么哀怨动人的故事呢？1954年，台湾当局因为要接受联合国决议，要撤出中缅边境的国军，但是事实上真正撤离的部属有几多呢？根据非官方统计，总共有110,000军人散落在泰缅辽边境，形成一批孤立无援的队伍。有些失散的就四处流窜，变成委屈求生的孤儿。奇怪，往日过年过节啊，都会有啲飞机运啲救济品嚟噶嘛。而家都中秋噶啦，连个雀屎都冇，老尾出。人哋话眼盲系心啫，你盲咗一半噶啦，都成个笨乜咁。而家咩时候啊？仲有飞机？佢老尾啊，国家早已经忘记咗我哋啦。唔会嘅，我哋要对国家有信心。你睇啊，个天咪空投紧啲雨水落嚟啦咩？佢老味嘅。唔使俾佢食啊！横掂冇得救，唔使嘥嘢啊！
压你后面。救命啊！救命啊！你好麻烦，听来。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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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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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身，忍住，唔好再停噶，唔使理我。就快天光啦，我唔想连累你哋。而家呢个时候，只有自己顾自己。唔得，我哋走咗你点算啊？唔使介人介意，我哋唔可以抌低你噶。你哋走啊！走啊！我毒先俾狗食啊！至少都摆下味啊！你老母啊！扑你个街啊！好声啊！
救翻出嚟，系真定假噶？翻嚟啊！老李啊，我做咗你私家车啦，呢个盲鬼冇我啲盲工，你掂咩？行啦，爸爸翻嚟啦，安仔，开唔开心啊？好好一个人，将佢折磨成咁，真系惨。报告司令，佢冇事嘅，只脚冇碍嘛，冇事嘅。小嘉，小嘉，柳姐，安代，安代。哎呀，冇啦冇啦，你想碗底都舐穿埋咩？真系唔够再北碗俾你嘅啫嘛，吓！嚟嚟嚟，慢慢食啊，热啊，吓、啊！唉，真系凄凉，皮黄骨瘦咁。话俾佢老豆老母见到，即系心都痛埋啊！佢哋早死晒咯。啊，你都仲啲云仔吓、啊，一嚟到一张现成床俾你瞓。咁原本瞓开嗰个咧，做出阎罗王女婿咯。结婚啊？喂，你真唔知定系扮白痴啊？死咗啦！点死噶？药窒啊！入嚟啊！做咩唔入嚟啊？做咩啊你？喂，你唔系啊嘛？同佢三唔识七咁都喊餐饱噶，咁你企喺树喊，点解我唔陪你喊？你啲兄弟见到又话我唔够义气，真系伤害死我啊！我唔系为佢喊啊，我为六仔喊啊。佢话佢好冻，后嚟就咁啊死咗啦。你喊啊！喂，最多喊两分钟好啦。呢度死个人啊，只准喊一分钟噶。若然唔系啊，一世都喊唔完啊。今日新嚟，特别优待，所以准你喊两分钟，喊啦。我翻咗嚟，你好似唔系好开心咁，系咪？点知你几时又要走？走咗之后，点知你仲冇机会再翻嚟啊？点知个细路仲可唔可以见到佢爸爸？唔通我哋一世要望天打卦咁等落去？你翻咗嚟，但你另外一个人死咗，我哋就难嚟到呢度。我发觉我又有咗啦，我冇把握将佢就大，唯有食药落咗佢。点解你唔等我翻嚟先？你可以担保。自己平平。
黑麻官啊，你个伤过多两日就好啊。嗯。你睇下先，我去睇其他人。哦。小朋友，唔好嘈啊，睇呢边啦。白浪滔滔嘅滔滔系咩意思啊？好，我话俾大家听，滔滔嘅意思咧，即系海浪翻滚嘅意思，知唔知啊？好，我哋再睇下。哦。我哋睇呢度，掌起台儿往前蛙。新生报道，我叫范龙，请指教。嚟，慢慢啲细路正食白粥噶，佢哋都冇埋怨，唔通你有意见？嚟，嗰几日我帮佢哋加重啦。是真的，如果呃你们的我是乌龟。乌龟啊。袁司令和缅甸政府的谈判结束了，缅甸政府是我们在一个月交出军械，违反命令的就要驱逐出境。司令，缴械不如投降，如果照我的看法，同山區啲人合作，就唔使交啲槍出嚟啊！你又話反毒？如果想做土匪嘅，都唔使等到而家啦。參謀官好，嗯，辛苦嘛。唔辛苦，头先俾你吓我一跳啊！我仲以为今日加送，报告参谋官，司令有请。司令，不咁早啊？嗰啲嘢点得嚟嘅？你放心啦，唔系抢嘅，系同人换翻嚟嘅。同人哋换嘅？你攞咩同人哋换啊？枪同子弹，横掂我哋冇用嘅啦。军官大头，同埋国家军火，我讲俾你听，我有权枪毙你。你冇权咁做，你唔要嘅嘢就唔算系国家财产。枪同废铁有乜分别啫？我攞废铁去换粮食翻嚟，等大家食亲饱啫嘛。我唔明白我咁做有咩罪？你凭乜嘢要枪毙我？即刻运住佢，去！对唔住，三哥。陈队长，今日加速啊！
小姐。嚟，攞嚟食啊！唔该。唔该，阿哥。陈贵啊，食饭揸碗饭去边啊？我怕参谋官佢冇饭食咯。早知系咁，我就唔使厨房鼠搞搞震啦。嗱，呢包攞埋俾佢食啊。呢啲咩嚟噶？好嘢嚟噶，猪袋袋。即系咩嚟啫？好补噶，但系大个你就晓噶啦。吓、啊？哦。同我攞碗饭俾参谋官啦！啊，呢啲饭都攞俾佢食噶。咁样，咁帮我俾封信佢啊。好啊。唔该，参谋官，我知道你系为咗啲细佬哥去做呢件事嘅。不过恐怕有好多人同我一样，都唔相信嗰啲嘢系换翻嚟嘅。今晚啲细佬哥终于可以唔使再饿醒，唔使再偷偷地咁喊。他们终于可以做个甜蜜的梦，在梦里面跟你说一声多谢你。我大不开始叫枪，小李第一营第四年去右转。第二年的注意去右转。第三年注意去右转。老师啊，你写俾参谋官嗰封信写得好好啊！你偷睇嗰封信？嘿，使乜偷睇啊？佢将封信连埋一个长处，日日当歌仔咁唱啊，人都听到啦！我成家喺门口度开块泥地好唔好啊？做咩？我想种花。以前要挨苦，而家总算安乐啲啦。至少好过喺台湾嗰度有啲人啦。我哋咁阔嘅海隔开，以后统一咗，我哋翻乡下都快过佢哋。想到落毒，你对方是边个？目的就是想歼灭我哋。我哋而家咩抵抗能力都冇，唔走唔得噶。手无寸铁，走同走咪又系一样。报告，嗰日啲粮其实系抢扁贡条村嘅。喺翻嚟嘅时候，参谋官下令埋晒所有嘅枪械，点解挖翻出嚟咧？佢挖翻出嚟啊，听唔听到啊？冇时间再拖㗎喇，但係我唔知道埋咗喺边。你一放返佢出嚟。
有你封信。如果唔系有你喺度嘅，我仲走咗。哦，男生爱女生。交剑盔俾我，唔好掂佢。我哋唔可以留喺度太耐嘅。
如果我离开呢度，咁你，唉，算啦。中国人只要肯合作，你个三不管嘅地带就系我哋噶。唔妥开枪，唔使理我。边个嚟攞嘢我就？司令，走开，食啲嘢啦。我唔食。各位兄弟，食饱咗嘅，唔想死嘅，就上车，大家一齐走。嚟啊，上嚟啊！车就要开啦，想走嘅快啲上车。
下，小花猫来跳高，小花猫来跳高，一跳跳过三尺高，一跳跳过三尺高。小朋友，我嚟问大家个问题下，有边个可以话俾我听，几时系国庆日啦？就喺国庆日都会国旗飘扬，咁样小朋友有边个可以话俾老师听，我哋嘅国旗有几多种颜色噶？我大家一齐讲啊！红色、蓝色、白色。คนจีนไม่ใช่แต่ที่จะมาใช้พื้น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ของเราเป็นที่ลบแล้วฝ่ายคนต่างๆนั้นมีเครื่องจีนเลงไทยกบกถู并且种植提炼贩卖鸦片同海洛因，获取不法利益，所以最近泰国冇办法唔出兵扫荡啊！翻译官，请你话俾将军听，咁样唔代表所有华人都同毒品有关。你眼睇系判，不办高保啊！คนจีนไม่ใช่ทุกคนมีความเกี่ยวข้องกับยาเสพติด。อันนี้ฉันรู้ไม่งั้นล่ะก็คงไม่ได้ผู้พันเพิ่มอย่างนี้将军好清楚，如果唔系就唔会听何司令嚟呢度帮我哋泰国政府扫荡北部嘅缅共啦。讲起打仗，何司令可以讲得是经验丰富的老军人。如果你哋打胜了仗咧，泰国政府愿意将你哋收编为泰国部队，在泰国生活，不会被驱逐出境噶。细龟啊，闻唔闻到咩香味啊？乜嘢啊？香芥嘅味道啊，有冇闻到啊？梗系闻到啦，连蜜蜂蝴蝶啊都飞埋入嚟啦。四龟仔一个鼻好似狗咁灵啊，咁大阵除点会闻到啊？成嚿番碱俾你一个人用晒啦。喂喂，四龟仔，嘿，我做嘢唔上我张床，上死你张啊！嗱，你都系俾我插到立立令啊！仲有啊，你条夫啊！我帮你瞓到直不甩啦！啊，恕你啊！啊，你都几醒目啊！点知我今日要着呢条裤同埋呢对鞋噶？点会唔知啊？放亲电影嗰日啊，你都发晒老姣噶啦！我发老姣，发老姣啊！我喂，你都发老姣俾你睇。两点钟方向十公尺处，咩啊？咁丑样，老姐啊，狗女啊，睇嚟死啊你！左前方十一点钟方向六公尺处，搵阿妈咩？哎，注意，有前方两点钟方向三公尺处。有口臭噶，你试过啊？你死啊你！我同佢倾过偈啊，一讲嘢啫，我大咗九尺啊！有咩事啊？个口好似屎坑咁啊！大家坐好吓，好快咧就会有电影睇噶啦！大家唔好嘈，边个嘈我就叫出嚟罚企啊，知嘛？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的国庆纪念日，我陆海空三军以强盛的军容在总统府的广场上隆重举行阅兵大典，恭请蒋总统亲临校阅。学校女生大队是一群革命战斗的女青年，报国不让须眉。陆军官校的学生在雄壮的黄埔校歌声中正步前进，他们立大志，有决心，要发扬黄埔革命的精神。
泰国人就要嚟，我哋要挺起胸膛做人，要讲俾你听，我哋唔单止能够打面共，由泰国政府咁左头左势，我哋就会俾啲颜色佢睇。如果唔系，我哋就会成世都俾人哋吓，任人哋打，任人哋踢。点啊？瞓唔着啊？我都听唔到呢啲鼻鼾声，你瞓唔着咯？整死龟仔嚟嘅，吓、啊！谂住帮你执正啲，等你沟女，点知搵个人沟下你都冇喎、啊。几多着几多啊，整定嘅。你讲硬系唔甘心，成日要打仗，几时冇命翻嚟都唔知，留低咁多遗产系俾边个啊？石龟啊？咩啊？嗱，你叫声个老豆，万一我有咩三长裤短呢，啲遗产系咪俾晒你，连间屋俾埋你制唔制？我先至唔制啊！要我做你个仔，咪我跟你姓谢，我个丁字得两画。你个借字咁多话，都系咪搞我啦？唉，唔抵食嘅。喂，咩人？出嚟，出嚟啊！你要做咩？缅甸人，缅甸人啊！啊，是缅甸人啊！哦、啊，搞错啊！缅甸婆咪埋香港树偷嘢食，喂，要唔要讲过你啲话？卫丁啊，我老公死咗咯，我间屋被太公抢走啦，我都肚好饿啊！你个袋咩嚟啊？你老公丁仔，你睇下，点知佢有冇古怪？哎呀，系骨灰嚟噶！你俾翻我食，我陪你瞓觉。唔使啦，多谢啦。咁好咯，你啲遗产有人承继啦。你死啊你！啊，食啦食啦食！啊，有件干净衫俾你换啊，伸只手出嚟攞啦。啊，老姐，你做咩啊？我睇晒咩话啊？我陪你瞓觉。唔使啊，下次先啦。去啦。
我唔觉得我喺度检阅，我觉得我自己瞓喺棺材嗰度。你哋而家送几个上山，一支送殡嘅乐队，同埋一班孝子贤孙。如果你俾泰国人见到咁嘅样，到时候你真系要送我上山啊！老姐，你几时翻嚟食饭？老姐，小咩？咩啊？嬲到连屋企都入错，冇错啊！呢度我哋屋企啊。有饭我食，唔使背瞓觉，我做嘢啦。好干净啊！好好地间屋，无情情搞到好似大姐仔斗咁，想搵条底裤冲凉都搵唔到。人哋几有骨气啊，食饭做嘢，边个叫你唔陪人瞓觉、啊？你死啊你！当我咩人啊？人家死咗老公，我搵人着数啊？唔係啊，我意思係话喺我哋呢处搵老婆好难㗎。既然已经帮你啦，你就咪咁啰嗦啦。上次睇电影啊，委员长咪讲过囉，国难当前，一切要简单朴素，迅速確实㗎。不如我哋趁呢个机会拥护一下中央政策啦、哦。委员长讲过嘅嘢我调转我都识念，但係好似冇叫我哋同人哋瞓觉喎、啊。由于呢边地形嘅关系，巴当山嘅落差好大嘅，坦克上唔到去，飞机亦都冇办法避开山峰做有效嘅攻击。唯一嘅武器就系我哋啦。但系我哋必须要喺呢一边做正面嘅攻击，人员嘅损失必然重大，所以咧，我哋就喺凌晨时候展开突袭，将人员嘅损失减至最低。食得饭系嘛？嗯，好。老姐，中国自我唔动。走啊！走啊！好啦，而家休息。下次集合时间系1430，唔使敬礼啊，解散。喂，你唔懂，我懂啊！落落嚟，我嚟啊！喂喂，我嚟啊！大家让我啦，等我嚟读啦。开人！请你接受我内心对你的呼唤，要像女娲补天后遗忘的彩石落入凡尘，落入我的怀中，填补我早已溃烂麻木的心，你唤醒我对爱情的渴望，以及一个婚姻歌坛的向往，这个歌坛女将会只有你我长相厮守，不与他人分享。我真系好意噶，但系我谂住搞到场面咁大啫嘛。如果你要反面嘅，我都冇办法咯。正衰仔嚟嘅，好彩呢处个个都知道我老粗一名，打死都写唔出啲咁嘅情信。如果唔系，早就劈我哋九六。我是啲重色轻友嘅人嚟咩？就算第日啦，我真系有机会揾到个老婆啊！除咗上床之外，任何嘢都预埋你一份，听到未啊？衰仔，食饭啦！一齐食啊！我唔饿，硬系唔用下个脑嘅。我哋成日都要打仗啊，几时冇命翻嚟都未知啊！好意思去撩人哋，唔怕人做多次寡妇啊？咁啦，等我哋真系打胜仗，平安翻嚟啦，到时咧，你又再同我写封信。嗯、不过你俾心机写啊，简单啲啊，卡富贵，你今日写封咩鬼信啊？噏咗成日我都听唔明啊，人哋听得明咩？知嘛？知道啦，食饭啦。嗯。
阿军。万一我翻唔到嚟，睇在朋友嘅份上，我交咗安泰俾你。呢啲留俾安泰，话俾佢听，系妈妈嘅头发嚟。你好自私，居然将咁重嘅责任推咗俾我。
等等。行到咁衰，你叫老豆点样执翻齐你先啊？入一间房啦，我都做咗。老夫人，根据我个政府调查，罗花喺佢嘅势力范围内，原产鸦片5000公斤以上。并且多次攻击我国边防军，公然向我国挑衅。作为泰国陆军新编部队嘅贵部，我国政府给贵部嘅第一个任务就是肃清罗辉及其党徒。当然，所有武器补给，你放心啦，由我国陆军完全负责。咩都大善大了。莫讲，我教教你。将军话：贵部现在已经是正式的泰国陆军啦，一切的行动要以。小姐，食饭啦。听我讲冇错嘅，快啲拉埋佢啦！咪净系挂住食饭唔出声至得噶。做咩啊？佢哋话叫我同你做翻个斗，就好似上次阿细龟写封信咁，净系得我哋两个人。俾阿小丁啊，个衰仔啊，最中意凑热闹，今晚实嚟嘅，当然会嚟啦。嚟，我哋敬佢一杯先。老丁仔呢个媒人啊，老者都没有今日啦。系啊，系啊，啊恭喜啊！姐啊，仲等乜嘢喎？快啲就位啦！今日好热闹，好耐未见过你着得咁靓。过两日我要去曼谷揾范龙有任务。麻烦你照顾安代。有时我真的不记得她是你的女儿还是我的女儿。范龙可能很多仔女了。我看啊，未必的。喜欢了一个人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你以为个个都好似你咁样咩？心里边净系有正分。乖，瞓啦。
岁仔，你家笑冇所谓啊。点解我同你阿妈洞房一阵咧，千祈唔好笑啊，知啦。老谢，你就翻解我啊。啊，记住啦。嗱。你哋啲人杀死我老公，嚟我呢个地方杀死咗我老公。跟且把灯闩上。
mình trong chiều vắng nhớ đôi môi mềm ngày nào ân cần trao thân tìm trong tháng ngày buồn. 我都讲过啦，冇呢个人啦。麻烦你话俾佢听，我嚟咗曼谷，我叫邓克布，听日嚟揾佢。点我两口先啦？瞓低，你两口我请你嘅。Tiếp theo là giọng ca Mai Hương qua bản Nương Chiều của Phạm Duy. Chiều ơi, lúc chiều về dập bóng nương khoai, châu bò về dục mõ xa xôi. Ơi chiều, chiều ơi, áo chạm về quầy lúa trên vai. Màn mãn thánh. Tôi đã phải xin cái. Lâu dâu tôi. Chiều hôm tôi lâu dâu lại mày. Tôi muốn gặp Ngô Sĩ Linh.喺呢度唔讲公事。你唔需要觉得罪过。俾你当系神咁拜嗰个人，都系咁样过日子。喂，何司令希望贵部队能够暂时撤离金三角，咁样就可以避免中国人自相残杀。我喺呢度杀过中国人咩？避免自相残杀嘅唯一方法就系情同手足，安乐与共，啱啊？当然，但系何司令唔希望自孙孭上反独嘅罪名，所以佢宁愿听外国人嘅说话嚟攻打我哋中国人啊！你唔知道鸦片系十九世纪最文明嘅西方绅士将佢带入中国，等我哋中国人变成东亚病夫，引发咗鸦片战争，令到中国人陷入一片混乱，搞到争啲系绝种。
我知道你认为我卖鸦片是最大恶极，但是中国人根本就没鸦片，是在西方的威逼利诱之下才有的。我不过是将鸦片物归原主，我有错吗？你不知道什么是毒的，鸦片是毒，如果你好好地利用它就是药，你乱用或者上了瘾，那才是毒。就算我反毒有罪，但是有些人生存在自己的思想里面，令到千千万万的人为了那种想法自相残杀流血，他们一样犯了思想上的毒，但是他们没有罪。你知不知道我们最悲惨的是什么？就是人家将我们这个时候的悲哀或者死亡当是愚蠢的笑话。更悲惨的就是我们是没有将来，以后如果有命，我们就可以亲耳听到他们的笑声。喂，唔系咁啊嘛，久别重逢都唔同我饮杯，咁就冇意思喎。话唔定下次啊，喺市场度见面啦。来，小红最近怎样？你为什么不自己回去见一下他？老实说，我现在都不太记得他的样以前同第啲女人瞓嗰阵，合埋眼就会谂起佢。有阵时发梦，梦到佢喺营里边教书，喂细路仔食嘢嘅样。而家连梦都冇埋。后尾索性当佢死咗，又或者系当佢系你嘅女人，咁样谂会比较舒服啲。嚟饮啦，而家怼冧佢。好过在战场上面怼冧。好啊，帮助照你开心，佢就会为你留低。佢净系讲呢啲嘢啫咩？佢仲讲。将来万一在战场相见，阿婆，你离开我远点，我就无牵无挂，而你仲有细路嘅。
哇！哇！精锐部队突击俄将军总部，此役孤军被排除于行动之外，原因不明。生命来爱护和保卫我们生存的国土，我们要以生命来爱护和保卫我们生存的国土，我们要忠诚拥戴皇上陛下和王族，我们要忠诚拥戴皇上陛下和王族，我们要以身体和生命来保护皇上和宝座，我们要以身体和生命来保护皇上和宝座，我们在此宣誓加入泰国籍，永远成为泰国公民，我们在此宣誓加入泰国籍，永远成为泰国公民。搭几时的飞机走啊？听日下昼。得闲记得画画，叫爸爸寄翻嚟俾阿姨，知唔知啊？如果我要你跟我一起走，继续照顾安代，我系唔系太自私啊？大地的爱
这从爱你的是谁。1972年6月，邓克普一家辗转来台，落籍台北县永和市，经营豆浆店为生。除安代外，小红另生一子一女，安代核金未嫁，一直在店内帮忙。邓克普晚年信佛虔诚，唯绝口不提当年孤军诸事。也是也的孤儿